Hello，大家好，我是蓝星。那么，今天就是录制一个视频，是关于这个 Element 的。它是一个主要介绍一下，就是 Element 的一个空投交互教程，怎么去埋伏它的空投。然后呢，另外一个介绍如何通过 Element 的一些功能呢，去发掘一些有可能暴涨的潜力的 NFT 项目。那么，首先来介绍一下 Element。它是一个多链的 NFT 结合交易市场 Element， 然后呢，它是已经有这个顶级的投资机构投资了，是红杉资本 SIG 还有 Dragonfly 领投的 ，A 轮融资是1150万美金。另外一个，它支持多链，就是你可以在 Element 上批量购买到来自以太坊、BNB 或者Polygon、Avalanche 这些 NFT 交易平台的 NFT。它的 gas 费是比 GIM 要更省的，然后呢，它有强烈的空投预期啊。它这个 NFT 聚合交易市场这个商业价值是很大的，就是你从 OpenSea 那个11美金收购 GIM 就能知道，然后 Uniswap 去收购 Jelly 就能够知道这个聚合交易市场的这个商业价值。一个很能够理解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把聚合交易市场比作这个携程，然后呢，这个 NFT 交易平台就相当于这个航空公司的网站，那么一般订机票就去携程或者去哪这种集合器嘛，所以说它的这个商业价值很大。另外一个 Element， 它不光是集合器，它也有自己的交易市场，像 GIM 和 Jelly 它是不会发币了，但是 Element 是确定会发币，确定会发币啊。Element 也是我入职的第二家这个NFT 相关的这个 Web3 公司。然后它的一些优势呢，就是顶级机构投资啊，红杉资本 SIG 啊这些，然后团队实名，团队应当在第二版这个 DEX 它发布出来的时候，就会告诉你是来自一个就是金山三杰之一。跟那个雷军他们还是雷军，然后邱伯军他们比较熟悉的。再一个，它的这个安卓手机版本已经有了，但是现在体验还不是很好啊。所以说正在优化。它在这个智能合约当时做了优化的 ，gas 费是比 GIM 要省蛮多的。另外这个功能等一下我会着重去讲一下。好，接下来看就是怎么交互。交互呢，就是它既可以在使用它的聚合器交易功能去买，或者使用它的这个聚合交易功能去批量挂单到这个其他的交易市场，都算交互。使用它自己的交易平台也算交互，当然可能使用自己的交易平台，使用 Element 自己的交易平台，可能这个交互的权重会稍微高一些。然后它还没有快照，大概是在8月15之前会快照啊。所以说现在去交互还有时间。现在我们就实际去看一下啊。首先这里关联一下钱包，选择小狐狸。好，那么譬如说你要这里，我现在就要介绍为什么说它有些功能啊是可以帮助你发现一些这个有潜力的项目。它在这里按照时间维度，它有好几个指标，比如说地板价、24小时这个涨跌幅，然后成交额、24小时这个变化、销量、买家数。重点我感觉是要看这个，就是买家数和聚金这个地方啊。一般来说我可能会去看这个这里的买家数。因为刚刚其实录制了两个视频，当时这个声音效果还有画面都不太好，所以说我又重新开始录。像这里我昨天是在这里看到一个小时之内有100多个人购买了这个 1ETH， 然后 Flow Price Phase 1，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你首先看这个
昨天的时候，昨天啊，来看一下。昨天我买的时候大概是晚上的，哎，有点卡。昨天我买的时候应当是晚上的1点多钟啊，然后他当时还在 mint， 就是挂单是398个，然后我买的时候是0.049。今天早上我们看一下，就看一下它的数据分析这一块。我是昨天昨天晚上1点半左右啊，应当是在这个位置。那么它有一次冲到了0.08，然后今天早上又冲到了，今天早上又冲到了0.09。我是完全有机会是在这个0.08卖掉，那么0.049减去这个0.08，大概可以赚一个40%吧，40%。它这个功能就是交易三点图。如果说你发现它，你看像这种就是交易非常非常活跃的，就是它买盘很强，然后卖盘也有一些的，就这种项目就要值得去重点关注，就是交投非常活跃，交易非常活跃啊。像这里如果说它能够跌到0.03的时候，估计还可以买进啊，0.04。这个是 Element 的一个功能。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这个盘口分析这一块，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市场，就是 OpenSea 啊，然后XY2 LookSquare 这所有的，就这还有 Element 它自己的交易平台，所有的平台结合起来，它的挂单的一个这个区间的挂单的这个压力位。像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在0.094到0.01这个区间呢，它是有131个挂单，是暂时来说是它的最大压力位。如果说它突破这个压力位，可能就可以看到0.15啊，或者0.2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昨天刚刚上线的项目嘛。啊，一般来说，我分析一个项目都会看一下这个挂单比例，就是挂单数除以它的这个总量。像现在这个总量就有40%的挂单比例，其实就不是太好，不是太好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受伤品，就是总量去除以持有者，如果人均持有超过5个呢，我感觉也不是太好。然后像这里，比如说点击这个买家数，好，像这个项目，我观察到的时候呢，大概是在零点。因为这个是我观察到的时候大概是在8月1号的，就是在0.02这个位置，那么现在是0.08，也有将近4倍的收益。这个你看跟刚才那个项目也是一样，它的这个交投非常活跃啊，交易非常活跃。然后你这里就可以看它的这个挂单墙，你看到没，就是基本上在0.09这个位置是223个挂单，还有一个0.08，这个区间，剩下这个区间就18个挂单一扫就扫掉了。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叫做，这个项目，如果说在他购买的时候啊，就是在比如说1个小时。购买的时候呢，如果说还有这个伴随着巨金购买，那就更漂亮了，这个就更值得去购入了。像这个项目，我观察到的时候好像是在0.08吧，就是要经常的要去观察一下。像其实像这个就是比如说某个小时有多少个买家数啊，这些功能，还有刚才那个挂单墙那个功能，这蛮多这个收费软件是要收费的，这个 Element 它就相当于是给你开发出来，是给你搞一个免费去使用。我呢就接下来也会去看，尽量通过几十个项目，然后就去搞出一个模型来，比如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可以去购买。像这里，我昨天怎么分析的，就是，我首先看一下这个，它1个小时之内有大概170多个人购买。然后我觉得这个买盘比较强，然后我就马上去点开他的这个推特来看了一下，一看这个推特，哎，有10万粉丝呢，然后，
然后它的这个互动，哎，又比较高，我就大概的去扫了一下它的这个互动数据，我感觉确实还是蛮高的，我就直接去买了一个。这个也是，也就是说你结合买单数，然后结合它的这个推特热度，推特的这个互动数据，像这种低于 0.05 个以太坊的这种，那你直接可以买两个，亏也亏不了多少钱嘛。它这个实时焦点呢，实时焦点这里呢就是一个叫做在推特上热度比较高或者是成交量比较高的这么一些项目。像前段时间我号召大家去买入的这个土豆啊，大概是在 0.08 这个位置让大家去购买的。那么现在 1.35 基本上也赚了 0.5 个以太坊。OK， 那比如说我现在要去交互啊，我建议交互呢最好是交互10次以上。哦，这个居然又涨起来了。我刚刚录制的这个视频我录制了两个。刚才我就想买这个，你看现在买单数136个。像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购买其实是就只是出一个 gas 费。那么购买的时候呢，一般来说选择 OpenSea 或者 Element 它自己的平台，它的这个 gas 费是要更低的。你就点这样点选两下，它就是直接购买啊。那么这里就被买掉了。我们比如说一般建议是购买的时候直接选那个 OpenSea 或者说 Element 自己的交易平台上面的挂单，如果选择这个通过 XY2 的话，这个 gas 费是要稍微贵一些的，至少要贵一半。 XY2 的合约的话应当需要优化一下啊。那我这里又不足，它就跟那个继母去购买是差不多的。这个是购买。那么交互呢，就是卖呢，就点击这里，点击右上角，然后我的 NFT， 点击之后呢，然后点击之后呢，如果说你是要上架，那么你点击这里的出售，它这个功能还是需要优化，还是需要优化。像刚才我已经这个。叫做已经上架了，那么我现在这里演示一下吧。比如说这里点击出售，然后你选择，你也可以多选择几个，它是可以批量去挂单的。好，我们点击上架，那么这里呢，你看它可以同时上架到四个平台，这个是它自己的平台，自己的平台现在暂时 Element 是零平台零手续费，然后呢是零版税，也就是说。这个版税是项目方收的嘛，也就是说 99% 的项目它没有来 Element 这边设置版税。好，那么这里我比如说挂一个 0.06， 好，这里呢 0.04， 那它会自动同步过来。像当然你这里就要去看一下自己的版税了，看一下自己的版税，这就是 2.5% 啊， 2%。 那么这里我选择挂单到Element 和 XY2 吧，因为他们两个的这个手续费最低嘛。然后这个我比如说我挂一个 0.016， 好，这个地板价是多少？ 0.017。 哎，不对，这个我就挂一个0.01好了。那么这个预期的利润啊，预期的利润呢，它这里就给你显示出来了，给你显示出来了。像现在来说，挂在 Element 自己的平台，如果说你卖出去了，那么就是你挂多少，实际到手就是多少。那么这里 XY2 它的版税还是很多项目方去设置了啊，很多项目方都去设置了。那么这里我就选择开始上架。
这里你可以选择这个期限，那我就选择七天吧。好，点击确定。那么稍等一下。我等一下我也会把这两篇文章，放到这个视频的下方，放到视频的下方。再一个就是像我们这边一些志愿者的这个体验报告啊，我也会酌情的放一些，像这个不同人。他就实际的去测试了，他交互了十几次吧，然后那个一些功能啊，然后 gas 费用的这个对比，你看这个 GIM 上你购买大概是要 8.09， 然后在 Element 这边是大概是 5.49， 这里就将近便宜了大概30%吧。像在其他平台应当是不能这个多项目哈，多个 NFT 同时上架它是不能的，就只能同一个类型的 NFT 去批量挂单。那么这里 Element 它就是实现了这个，就是多个项目同时挂单。它现在的这个开发团队还是三班倒的，还是很不错的哈。这个也是我加入的这个第二家这个公司。另外一个，现在它的这个整个社区的氛围其实真的还不错哈，因为是我在主导嘛。然后在这里有一个精品文章，像采访这个匿名博士的，然后我这边写的这个就是新手的这个指南 ，NFT 新手指南。像这个挂单费用就是会根据这个以太坊的矿工费在实时的变化，然后这个是上链的费用，是以太坊矿工收。在蓝筹交流这里呢，就是经常也会邀请一些人，这个在某个领域比较懂的，然后去交流一下。像那天跟那个 Coffee 在这里交流这个 Sandbox 啊、猴子土地这一块的这个观点。然后新手学院呢，就是之后应当会，大概每周定期去那个讲一些东西啊。现在像他的这个产品，你看，其实还是蛮怎么讲呢？就是一直在像这个是产品人员嘛，一直在不停的回复客户的问题。比如说像我是昨天提的一个，因为我不知道，就是说在 XYZ 上面购买的这个 gas 费是那个 OpenSea 上面的两倍，然后这个产品技术人员就是回复说 XYZ gas 就是要比其他市场要高，它这就是合约这一块需要优化嘛。这里呢，因为我估计上架的比较多啊，所以说他要逐步的去授权一下。我这里网络也比较卡啊。
土豆这个项目还是要值得好好去关注一下，尤其就是这个利比亚的生态的，值得好好重点去关注一下。那么现在就是签名。在这一块应当是需要优化的，就是时间还是有点太长了，就整个过程啊，上链的这个整个过程还是需要去优化一下。如果说能够做到一键这种签名的话，那这个技术就有点牛逼了。而且这个批量上架这一块呢，就是需要优化的地方，就是要类似 XY2 或者 GIM 那样。就比如说在这里选择哈，像很多人他其实跟怎么讲呢？就是点，比如说点击这里出售哈，他没有一个这里应当加一个这个按钮，就批量挂单，然后告诉别人这里，比如说点击这里批量挂单，就不要在下方。一般人来说，他不会是这样直接去点的，这块需要优化一下。当然了，因为就整个来说，它还是就在快速发展的这个阶段，快速发展的阶段呢，然后还是迭代的优化，就是迭代的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值得重点去关注一下。它在8月初，到时候应当会有这个交易挖矿啊，然后质押挖矿啊，然后这个邀请交易访佣啊，这些应当都会有。而且它的代币，在我估计还是蛮有可能上大锁的，还是蛮有可能上大锁啊，所以说我还是倾向于让大家去重点去体验一下。哦，你看，这里基本上就快翻倍了，就刚才这个项目，我在这几个视频里面，都说了这个项目，然后我要购买这个项目，结果，失败了。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大概录制了多少个项目哈，今天就为录制这个视频，搞了有大概从3点钟到现在。基本上上传下去，我又把它改为思想了，所以说，这个视频制作人还是比较辛苦的，比较辛苦的。那么，如果大家感觉有用的话，还请点个赞，然后订阅一下。以后可能我尽量抽出时间来，每天制作一个视频吧，讲一讲对于这个币啊、空投啊或者 NFT 这一块的一些观点。当然，如果说要及时的追踪的话，建议还是关注我的推特，关注我的推特啊，像这个。这个昨天晚上有个人就跟我一起冲了，然后他是比我冲的价格还要更低，因为后面跌太，我是冲了之后我就睡觉去了，然后他是就是等到了3点钟，在一个很低的价格，在0.038还是0.035吧，然后他是今天早上在0.075、0.08左右卖掉的话就基本上翻了一倍嘛，赚了小1000块钱吧。土豆的话就更那个啥了，土豆。跟着我一起做的，基本上赚了快有0.4、0.05个以太坊吧，那就是比较稳的。所以说，欢迎大家就是关注我的这个推特，我的推特是那个蓝星四哈，然后关注一下，就是订阅一下我的油管，感谢感谢。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